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印度佛教思想史的讲义。啊，在我们的第四章第四页。啊，四至四这个地方。啊，当然我们第四章呢，会是比较注重的就是整体性的。先有机会鸟看，然后再分别的从这个过程当中仔细的，那么会是后面的章节了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多花一些时间，那么起码我们有整体性的概念，再来读那些细节，是不是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好，好，所以在四至四页这里也可以看到哈，印度佛教五期之流变，那五期之流变是不是就比较熟悉了？从声闻为本，到菩萨为本，到什么如来为本，对不对？过程有两个过程，是不是就是分流啊？啊，倾向于菩萨之声闻分流，倾向于如来之什么菩萨分流，这是不是就形成了所谓的五级？那这五级呢，导师也用了人生做比喻啊，从诞生到童年，到少壮，到渐衰，到什么老死。啊，所有的因缘法啊，也离不开这份抛物线，所有的东西丢出去，升高到一个程度之后会下来的。哦，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一辈子的那个机运是不是也都是这样啊？你看教运也如此，国运也是不是也会如此啊？哎，都会的，都有高有低啊。所以在高的时候不用啊，这个啊，达到巅峰我们知道要下坡的开始，跌到谷底也即将要上升的开始啊，对不对？啊，透过这样的心境来看待的时候呢，会比较慢慢的那个啊，那个什么坡峰坡谷的差距比较不会那么大。哦，越是凡夫我们的情绪起伏是不是越严重啊？哦，越是圣者他的起伏是不是就越调越平，到成佛的时候我们说他第八意识都转为什么大圆净智。我们现在的第八意识如波浪哈，那个大海的波涛汹涌一般，到成佛的时候呢啊，佛陀形成的那个大海是如同大圆镜啊，最好的大圆镜就是没有任何的波动，全然的反射。越平的是不是那个反射啊，越是百分之百的全反射哦。所以佛陀呢会说，不管有多少的世界里头有多少的众生，每个众生不知道有多少无数无量的心念，佛陀说他悉知悉见，有没有？是透过什么而悉知悉见？其实就透过真理法则。什么样的真理法则？就是缘起性空，其实就所谓的什么因缘法。所以大圣三系后来不管再怎么样发展，他是不是都要追溯法源到什么？到声闻，到阿含原始圣典去，乃至到阿毗达摩，对啊，这是不是都很重要的原始圣典呢？啊，都要去追溯他的法源。所以呢，在过去也会有所争论。啊，也会认为说大乘佛教别有法源呢，这是错误的。其实大乘佛教的法源是不是还是来自于什么声闻？我不能说来自，就是来自于什么阿含原始圣典。啊，就是因为三圣是不是共证的？哎，三圣共证，啊，共证于什么涅槃解脱的执。菩萨道呢，不过只是把它怎样扩大而已。对不对？扩大到尽虚空界，那么就成佛嘛，对不对？就成佛了哈。好，那么所以在四至四页这里就讲到说五期之流变来讲的话，那再把它数一数，就是再把它简化变成所谓的两类的三十教。好，那么跟这个过去有一些判教呢，那么再去做一个对照了哈。所以数之为两类的三十教，有哪两类呢？一个是从什么佛教传播之兴衰来看，一个呢从教理的什么发展来看。四至四页下面那个表是不是这两类啊？兴衰来看的话啊，那么有三十教啊，有三个时期。哦，三个时期，那它的关键啊，会是它演变的一个关键呢。好，所以呢，佛教与摩羯陀，其实孔雀王朝啊，那么也以什么摩羯陀这个地方为
为中心呢、啊。啊、哦，摩羯陀，对不对？所以我们前面是不是有个印度王朝啊？年代里头，哈、哦，施修那朝王、那伽王朝、南陀王朝到孔雀王朝，是不是都以摩羯陀这个地方为中心呢、啊？好、哦，所以呢，孔雀王朝当然也是在摩羯陀，所以国运达到无比的隆盛啊、哦。那佛教也登于国教之地位呢，因为国王在护持嘛，是不是就会成为国教？所以他遍及于五蕴，远及于西南到吉宾，东南是不是到西南，西北到了吉宾了、哦、遍及五蕴，东西南北中印，是不是、哦、但是他的关键呢，就是在佛元三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在西元前184年、哦，184年勋家王朝毁佛，而佛教为之一变。那么勋家王朝是不是从西元前184年呢、啊？啊，佛沙弥多罗，啊，他等于是篡了什么孔雀王朝而建立了勋家王朝，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发生了所谓的中印法难？啊，中印法难，啊，所以西元前184等于相当于西元前200年左右，再加上500年，对不对？所以叫不是500年，三世纪啊，加300年，就是所谓西元前500年扣300年，是不是在西元前200年左右？啊、比较正确的数字是西元前184年，啊、那么佛沙弥多罗王，他是不是篡了孔雀王朝而建立了什么勋家王朝？所以他毁佛，而佛教为之一变，这叫做中印法难，有没有？中印法难。所以中印法难之后，虽然有勋家王朝到干婆王朝，其实也造成了后面的什么南北朝、哦、南以安达罗王朝，北呢贵霜王朝，贵霜王朝、哦、所以它的关键呢，中印法难是很重要的啊、哦、的一个转变啊、哦、尤其在那个时候也是在部派啊、哦、要转到什么大乘佛教之前，是不是倾向于菩萨之声闻分流啊？好、哦、好，那在佛教的演变来看，初则声闻小圣之什么四圣地啊、哦、四地圣啊、哦、四地，因为声闻是不是透过四圣地而解脱啊？哦，从世间法而出世嘛，世间里面的苦道、苦地跟什么极地，哦，如何的出世间，是不是要修道啊？道地跟什么达于涅槃的灭地，苦集灭道，声闻是不是透过苦集灭道四圣地而解脱涅槃？哦，那么所以呢，这个属于哈、哦、在三识里头的这个第一识叫初则声闻，啊、哦，小圣的四地。圣四地来讲的话，也就是小圣的哈。好，那第二个时期呢，啊，就是在于佛教虽然失其政治之指导权，哦、啊，那么也等于说在孔雀王朝那个时期，啊，孔雀王朝是不是就是以啊，因为他算是有政治上面的那个护持嘛，所以佛教是不是达于极盛啊？好，但是在中印法难之后呢，他就失其政治之指导权，而且偏于学术之研究啊，啊，然普传播普遍，还不失为印度之大宗教之一啊，啊，但是呢，到了西元9世纪、10世纪，也就是在5世纪左右，啊，5世纪是不是要减掉5世纪啊？差500年嘛，哈，啊，佛教受到啊北受。匈奴啊之蹂躏，东受摄赏迦王之摧残，啊，那么呢，印度佛教呢，由明公暗袭其间，佛教又为之一变了，啊，所以这个时期也就是这个吉多王朝啊，吉多王朝之后呢，又一次的分裂，有没有？啊，随时我们要回到这个印度王朝来看一下，
因为印度王朝我们非常的陌生嘛，对不对？所以就要一次一次的去对照，一次一次的怎样加深印象啊。哦，也就是在极多之后，好，我们说南北朝之后其实也分裂了一段时间，之后其实极多王朝其实又兴盛了一段时间，但是极多王朝之后呢，是不是已经在西元500年左右啊？西元500年左右的时候呢，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又一次的，又一次的受到北匈奴的蹂躏，还有呢，色赏迦王的摧残。佛教这个明公暗袭期间，印度教，因为这个印度教这个时候梵文学是不是又复兴起来了，婆罗门教又再度的复兴，所以佛教又为之一变。好，那这个在第二个时期呢，中则菩萨大圣之波罗蜜圣。菩萨圣是不是专讲六度万恒，乃至还有十度之类的，这个所谓的度就是怎样从此岸到彼岸的完成，也就是波罗蜜。波罗蜜，六波罗蜜嘛，是不是六度万恒。那最后呢，举处是不是居处在什么摩羯陀，殊空灼灼，坐待衰亡而已啊。这是不是就进入了第五期了？第五期在五期里头的第五期。那坐待衰亡而已啊，所以最后呢叫做如来一圣之陀罗尼圣。那所谓的陀罗尼圣是不是就比较跟这些神教的咒术结合，叫做陀罗尼圣，由小圣、大圣到这个一圣，到一圣。那大圣跟一圣有时候我们也会，好像会有点分不大清楚所谓的大圣佛教呢，会比较重菩萨圣，菩萨圣是不是比较在因上去下功夫啊？到一圣法的时候，会比较局在什么果报，成佛的果报。对不对？是不是比较急求于成佛之果报啊？所以呢，那么就透过咒术神咒啦这些还有一些这个种种的科仪那总说呢，它会跟什么？跟这个梵我结合天佛一如嘛，如来为本之什么？天佛一如的时期。所以呢，其实在这个三个过程当中如果对照到我们的前面的五期来说的话，那么也等于是在中印法难那么是等于到的这个所谓的第一期第二期那个是等于是第三期第四期，第二个部分是不是第三期第四期，到第三个部分就是所谓的什么第五期把它束之为30教三个时期也可以这是从佛教传播之兴衰，那跟政治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关键会第一个是在中印法难第二个呢会是在这个极多之后的这个分裂。好，那从教理的发展来看待的话也有所谓的中十教初十教、中十教到什么第三十教那初十教也就是我们五期里面的什么初期跟第二期，中十教呢是在二期末到四期初第三十呢属于第四期跟第五期好，那在初十教来讲的话呢，都比较以诸行无常法印为中心比较透过理论修行，而且从无常门来出发，那说一切有部为其代表啊，因为这是不是声闻法为主啊，对不对以声闻为主那声闻来讲的话呢，会比较透过现象，那在现象上我们是不是可以深刻的感受到那个无常的现象，诸行无常嘛到中十教来讲的话呢，会比较注重什么无我，诸法无我印为中心
哦，诸法无我是不是跟性空就比较结合啊？那这个自性，哦，自性不存在的这个自性，我们在自性上也会是我们很深沉的我呢，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也会觉得我是唯一不变的我啊？而且我也是很想再去主宰一切的我，对不对？所以三法印来说的话呢，会透过无我啊，其实跟什么性空的法印也比较结合啊。所以呢，在第二集啊，中实教来说的话，会以诸法无我印为中心啊。那么透过理论之解说，修行之重要，并且一切法无我性空为本，这时候是不是以性空为本呢？所以性空之大圣如同如龙树之中观学，那么就是为其代表啊。到第三十教来讲的话呢，那么就会比较以什么涅槃寂静印为中心啊，成立了染净缘起说啊，转染纯净啊，在唯识学里头是第七意识的事情，这是不是跟唯识有关系了啊？那以生灭寂静啊，极灭性为什么所依啊？在解脱修行解脱呢，亦在正觉此如来法性，如来法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会比较以什么这个后期大圣的这个楞伽经、密严经为其代表啊。这个已经进入了这个后期大圣到什么秘密大圣时期啊。所以简单的啊，就说再把它浓缩成两大类，就是一个从佛教的传播之兴衰来看待啊，跟政治之间的关系。那在教理上面啊，会从这个三法印是不是各有所重啊？啊，在初期教来讲的话，以无常、诸行无常法印为中心，啊，中实教就以诸法无我印。到涅槃寂静印来说的话，是第三十教。那涅槃寂静印也就是什么真理现象的现前，所以会跟真如是不是比较做结合啊？好，那当然在后期有唯识唯心，唯识唯心其实也去这个要去追求一个清净无染的啊的这个如来藏啊啊之类的，所以像楞伽经、密严经啊，会是这个时期的代表啊。还有呢，印度佛教善变的一个历程里头哈，我们可以看到属于正法跟这个方便法啊，会有比较从正法呢比较在法义上去下功夫的啊，但是呢会有世间哈，就等于是比较流传在这个世俗上面呢的一些方便法啊。那这部分我们可以稍微这个读一下啊。以正法为主的来讲的话呢，那么会有佛法时期，有初期大圣佛法、后期大圣佛法，对不对啊？还有秘密大圣佛法，这个是不是已经都没什么问题啊，这样的分歧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吧哈。好，那在佛法时期，也就是大乘佛教兴起之前啊，缘起是甚深的啊。那这种缘起法呢，是不是还是所谓的因缘法啊？尤其所谓的缘起法，在早期十二因缘法是很重要，缘起法是很重要，讲到生命的流转啊。那么也以法性、法住、法界、真如不变异性来代表啊，来表示所谓的那种真理的现象。所以佛陀也讲嘛，佛若出世，佛若不啊不出世啊，所谓的这种法住法界的这种啊，或者法性，它是不是本然存在的？也就是真理法则是不是本然存在，不是佛陀创造出来的哦？是不是佛陀发现呢？啊，彻底的、完整的去发现了真理法则，它所呈现出来的真理现象。哦，那个真理现象也就是什么涅槃的现象嘛。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颠倒相，因为我们透过自性妄执，是不是各现各的颠倒相啊？所以我们所现出来的现象是不一样的，对吧？佛陀也讲嘛，佛以一因缘说法，而众生随类各得解，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环境背景，受教育的背景是不是都不同啊？家庭背景也不同，还有我们宿世的什么善根因缘是不是还是不同，智慧资粮也不同，所以我们所吸收到、所感受到的啊，也会不一样啊，也都会不一样的啊。所以呢
但是这些呢都还比较局限在什么世俗的现象上。那如何能够跳出世俗的这样子的束缚，是不是就是要深入到这个法性啊，因缘法里头，才能够去触碰到所谓的什么涅槃的境界啊。所以纵然在这个佛法时期，涅槃是不是非常重要的，涅槃的本质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涅槃的本质可以提供声闻缘觉的什么解脱之道，是不是也不提供菩萨在那个量上的扩大，是不是也要根据什么涅槃的本质哦，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后来大乘佛教不管再怎么样发展，不管它都融摄了什么进来，但是还是要回归到佛法的本质上面，也就是所谓涅槃的境界。那这种涅槃境界是不是还是透过真理法则而来，所现出来的什么真理的现象嘛？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它非常这个深甚深的这种奥义之处啊。好，所以呢以佛法的时期呢也是讲到说要先知什么法住智，后知涅槃智嘛。好，那如何知法住智呢？其实就是要知缘起的什么现象，有缘生相跟什么缘灭的相。所以在十二缘起法里头，是不是也透过缘生相而流转生命的流转，但是也透过灭而不生之后，是不是就有机会还灭啊涅槃而解脱嘛所以佛弟子呢都是先观缘起的无常苦空无我乃至到无我所。虽然他不是直接讲空，但是呢其实从无常苦空无我无我所，是不是就是在表达那个甚深的空义啊？何谓甚深的空义？所谓的空要跟什么？要跟因缘结合。讲到空，是不是都在讲法性？法性就是在讲什么？就是在讲因缘。法相是不是由因缘合而成的果相在因地上，在因缘上头呢，那么其实都是因缘法那空其实就在讲因缘法的什么平等性，否定因缘法的不平等，否定因缘法的什么特殊性所以这个呢都会是什么空那么所谓的空而来的。所以空能够断烦恼而证什么究竟涅槃，唯有都从空来所以这是属于什么甚深的法义。所以龙树菩萨在初期大圣那么这个建立了所谓的这个中观学来说的话，龙树菩萨是不是还是回溯到什么阿含阿毗达摩到般若经所形成出来的什么性空学，对不对？不，所谓的性空学不是到初期大圣才有，它是不是有很清楚的那个佛法的源头啊？是不是来自于阿含，来自于阿毗昙？这个是必然的所以透过佛法时期，那么进入所谓的什么大圣初期大圣佛法。所以初期大圣佛法里面，这个般若经典大般若经与文殊教典又所谓的文殊教典，文殊教典比较用呵斥的方式，对吧像维摩诘经，维摩诘经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呵斥？而且维摩诘经里头常常在这个法性法相当中出入无碍所以有时候比方读读般若经典之后要读读文殊教典因为也是脑力激荡，因为我们很常常比方我们习惯用法相来思考，熊熊去学到了这个法性，对不对？就是透过否定式的思考模式，但是有时候也不能陷在这里面而忘了法相，所以常常这个很像一下子在海面上，一下潜水下去，从潜水了之后又要浮上来看一下现象在能够怎样，要能够出入无碍才是真正的菩萨好，所以呢以初期大圣来讲的话，以真如为定量，这什么意思？其实也是就是说所要表达的就是涅槃极境的那个境界，也就是真理的现象。那真理的现象是不是要透过真理法则的思考一方面要去思考，一方面要去实践所以皆依圣义谛所以呢要直观一切法呢
但名无实。哦，它是性空为名吗？是不是只是名称的那个，只是名相而已啊？这都是所有的名相都只是一个表达的工具而已，是不是？就像说从此岸到彼岸，从此岸的有生死的有烦恼的此岸到无烦恼的彼岸，乃至到无哈、啊、有生死的此岸到无生死的彼岸，那么是不是一定要搭个船呢、啊？它要有工具，搭个波瑞船。好、啊，这个波瑞船呢，它可以透过文字，也可以透过观想的方式，叫做文字波瑞或者观想波瑞。能不能到彼岸？那么是不是实相波瑞的现前呢、啊？所以在实相波瑞的现前的当下，是不是还是要放下波瑞船呢、啊？要放下语言文字，因为我们去证得涅槃的境界的当下，是不是觉诸息论呢、啊？波瑞将入毕竟空，觉诸息论的嘛。哦，所以呢，它是但名无实。不要以为这个名相，一旦有名相的时候，我们又开始紧抓不放，因为我们很深沉的自信妄执，是不是一直想抓东西啊？所以《金刚经》里面一直不断的有一个公式，就是什么？缘起性空为名，有没有？佛说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这个是不是就是缘起性空为名？啊，有时候只要讲缘起性空也可以，讲性空为名是不是也可以啊？有时候只有上半段，有时候只有下半段，合起来三段一起来都行。其实都离不开所谓的缘起性空为名而已，为名但名无实啊。哦，所以呢，透过但名无实来修正一切法空，一切法皆如，一切法不可得，有没有？一切法无生，这里的不可得无生，是不是都是透过性空而来啊？否定式的思考模式，为什么不可得？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法是我们能够抓得住的，所有的法是不是都不断的在变动当中啊？因为因缘它本来就是，它是流动性的啊，是抓不住它的，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停顿的，没有哪一个因缘是实有不变的，没有，都是互动出来的，排列组合出现象来而已。那当然，这种现象一旦出现的时候，其实它是粗糙的，啊，它是表浅的，是什么果相而已啊，啊，那甚深的这个部分。也就是因缘法，那也要透过因缘法才有机会涅槃。所以所谓的涅槃呢，最甚深呢、啊，本是佛法所说，是不是在佛法时期已经如实的说啊？到初期大圣不过就是把它发展得更加的圆熟啊。所以但皆依什么圣义谛，有没有啊？所以圣义谛就是真理啊，因为圣义是让我们透过真理的思考而跳出的世俗现象的什么束缚啊，透过真理法则，其实我们才能够去看清楚这些现象。所以常举例说啊，要看得懂球赛，一定要先懂得球赛的规则；要看得懂宇宙人生，是不是也要知道宇宙人生间的游戏规则啊？这个游戏规则就是什么真理法则啊，其实就是所谓的真理法则。是真理法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圣义谛啊？哦，其实也是让我们能够怎样达于圣义谛。所谓的达于圣义谛，就是让我们能够超凡入圣，跳出凡夫的束缚啊。哦，所以呢，都要透过无蕴处界，无善无恶，无凡无圣，这个是不是所谓的不二啊？不二，两个否定式的符号。看到否定式的符号，要想到的是相还是因缘？是因缘法，是法性。法性是不是专在讲因缘呢？啊，无凡无圣，所以不是在否定凡圣的现象。我们现在在讲，也不过就是在讲凡夫的现象，是不是也能够超出凡夫的现象而进入圣者的现象？有没有？不是在否定这些现象，而只是说这些现象都是可变可化的，这样子修行才有望啊，是不是？如果都不可变化的话，凡就是永远不变的凡，圣是不永远不变的圣，那我们凡夫是不是就没有机会转圣啊？对不对？也还好，因为怎样，凡是性空的，圣是不是也是性空的，所以叫无凡无圣，是在否定凡圣所结合哈，所原生原灭的因缘，所有的一切因缘是不是非常的平等啊？就看我们怎么排列组合
啊，我们要沦为凡夫，是不是也是我们自己所造作的？啊，我们能不能超凡入圣，是不是也要我们自己去下功夫啊？哎，叫做无凡无圣啊，所以不二啊，所以这两个否定式的符号的产生啊，相对的两个现象来说的话，是不是都是讲不二啊？透过不二而超越哈，而解脱了这个现象上的对立，不然凡跟圣是不是也是对立的现象啊？啊，而透过因缘法，是不是让它融然一体，有机会转化？啊，所以呢，一切法空的它的这种深意来讲的话，一般人士是很容易误解的嘞，对不对？啊，为什么会误解呢？因为会误解他否定在现象上，所以会觉得，哎，明明有我相，为什么一直说无我，就会很害怕啊？我到底跑到哪里去？这是不是否定？以为否定现象，我们就难以接受佛法变得这么复杂，其实也是因为无法接受无我，哎，对不对？所以会有唯识，他说，哎，我也可以说有我啊。真常唯心系说，还也可以说有我啊。如果无我不能接受的话，佛陀一样还是可以说有我，只是有我的什么相而已啊。但是这个相稳固吗？并不稳固哦。早上的我跟下午的我一样吗？老化了半天的我，起码也是老化了的我啊。细胞不大一样的我，对不对？头发长度不一样的我啊，指甲长度一样的我吗？都不一样，心情不一样的我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我是不是随时在变？为什么随时在变？因为我们这个我不过只是众缘合合出来的我，啊，在离散的过程还没到散光之前，是不是就开始在变化？所以我们说从四大假合到四大不调生病，到四大离散死亡嘛，生老病死就这么一回事而已，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我的因缘的什么排列组合？啊，所以一般人容易误解，是以为否定在现象，不是否定在现象，否定在哪里？甚深的因缘里面，不具有特殊性，不具有特殊性，表示什么？平等性，否定什么？不平等性，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无是在讲甚深的因缘法哦，我们说是。有因有缘，世间集出什么现象来，这是集合出来的，所以这是缘，这是不是因，这是什么果，但是呢又会不断的怎样离散，又会不断离散。为什么会这样子不断的离散呢？就是因为任何一个因缘都没有特殊性，是不是所有的因缘都很平等？所以那个平等，好，那个空反而在展现什么平等性？这个平等性跟我们的第七意识的转世层次有关系耶，这是不是转我们的宿世的以来一直不平等的特质啊？我们的自私自利就是因为我们不平等啊，是不是都以我为主啊？好，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如何转妙观察智？就是要深观因缘法，不是只有看表象。第七意识如何转为平等性质？就要知道所有的一切因缘都非常的平等，没有任何一个特殊性，这个叫特殊性，没有任何的特殊性。所以如何特殊？就是我可以单独的存在，我可以不变的存在，我可以主宰性的存在，这个就不平等了。我们是不是都非常平等？我无法主宰啊，我也不能单独哎。佛陀想说法，也要有众生要听法，是不是？啊，我们想要说点法，是不是也要众生愿意听啊，才有的说啊？是不是互动出来的？不是单一不变的哦，所以是在否定因缘的不平等，展现因缘的什么平等性，而且是要深观，这才叫做妙观察智。是不是这才妙啊？哦，表象粗浅的并不妙哈，那个是很，那个是透过肉眼看到的。所以我们说，哎，要深观因缘法的平等性，这个就要慧眼嘞。慧眼在哪里？在第六意识，要打造在我们的第六意识，
慧眼独具。是不是要具有慧眼啊？慧眼就是要能够透视，哦，透视什么现象如何的形成呢？无非是众缘的和合，但是会不会离散？必然离散。我们要预知未来，必然离散，我们就不会执着这个现象而不变。哦，那么这样子就不会误解，就不会怕空，不会怕无我，会不会怕？啊，误解会怕。我曾经也碰过有人真的上山说，哦，他读般若经怕了三个多月。我说哇，你也太厉害了，误解了空，是不是误解了空？有的人是不知道怕，因为不懂，还不晓得怕。哦，那误解的怕会怕的，会觉得明明有我一直在讲无我，明明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为什么一直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的这个无不是否定在这个现象上，而是从有相上的平等到什么不平等，不平等到平等，因为相有差别的意思。所我们平常讲相是有的嘛，哦，既然有相跟相之间是不是有差别啊？哦，有男相女相的差别，是不是？也有生相俗相的差别，有老相少相的差别，有没有？嗯，这是受者相的差别嘛，对不对？所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什么？平等平等之相，从有差别到无差别。哦，从有差别到什么？无差别，无差别就是。就是什么平等。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从初分别要到细分别到根本无分别智的现前，有没有啊？正得涅槃的现象的当下是不是根本无分别智的现前啊？所以涅槃的相是什么？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乃诸法的什么平等平等之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如果我们以为是空空如也之相，那真的会害怕，明明这么多人怎么突然间不见了啊？不是哦，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人里头是不是就开始起差别啊？有我投缘的人，有我不投缘，有我讨厌的人，有我喜欢的人嘛，是不是就会起心动念啊？会起伏躁动不安呢 啊所以如果是透过比较平等的眼光来看啊，所以我们说所有的慧眼是协助我们从不平等到平等，对不对？啊，所以般若经啊就讲说，为九学者说生灭，不生灭如化。啊，所谓的生灭与不生灭，说实在也是一体的两面。啊，会有生灭的相，为什么又说不生灭？因为生灭相上是不是还是不平，还是性空的啊？其实还是性空的哈，啊。那么。又说为心发意的菩萨故呢，分别生灭者如花，不生灭者不如花。哦，那么所以不管是它是如幻如化还是不如幻如化，因为如果以对心发意的哈，等于是初学的菩萨来说的话，那么就会去分它的所谓的如化跟不如化。那其实九学来讲的话也就无所谓，所谓的如化跟不如化是不是还是在现象上来做分别啊？哦，但是如果透过性空，哦，透过性空来看待，其实不管如化不如化，它是不是还是平等啊？就看从相还从性来看待嘛。哦，所以这个都是初级大圣，他是不是透过性空，哦，缘起性空，哦，来表达那个真理的法则，那是不是才有机会空相的现前呢，啊？哦，所以以代表初级大圣的龙树论来讲的话，它也是依着什么般若经的一切法空但明无实，会通了佛法的什么缘起中道。哦，所以龙树菩萨的龙树论来说的话，也就是性空学啊，它是不是源自于佛法时期的阿含阿毗达摩，乃至到般若经啊的这个缘起性空。哦，所以呢龙树菩萨也说因缘所生法嘛，我说即是空，有没有？为什么我说即是空呢？因为它性空的缘故啊，因缘法里头其实它是平等的，那意为是假名，有没有？它是不是只是名称而已啊？为名
啊，性空为名嘛，不过只是什么假名而存在。因为透过假名，我们是不是才能有机会沟通啊？才能够去传达佛陀的这个思想观念，来啊，来学习嘛。义是中道义，有没有？所谓的中道是不是透过不二啊？不二是不是透过性空啊？哦，所以并说呢，若不依世俗谛呢，不得什么第一义。哦，我们能不能去理解所谓的真理法则，是不是要从世俗的现象来啊？世俗的现象，相有的现象，当下是不是还是性空的？也因为性空的缘故，所以我们看到千变万化，瞬息万变，乃至于森罗万象，是不是也因为性空的缘故啊？因为因缘它非常的平等，可以自由的排列组合，所以随时这些相都是不断的在怎样变化，所以会回归于啊这个先知法住之而后知什么涅槃之，这是不是佛法本来的啊佛法时期的根本立场啊？好，那像《法华经》，它也属于初期大圣的经典哦。啊，《法华经》也说，诸法从本以来，常自即灭相啊。哦，诸法从本以来，就是所谓的真理法则，是不是？是不是从本以来就具住，就具有的？啊，只不过由佛陀来怎样，完全彻底的啊的体现。回头来教我们，所以他说常自即灭相，所谓的即灭相也就是真理的现象。为什么叫即灭相？它不是死寂在那里，而是平等在那里的，它是平等，平等之相才会即灭。我们不平等是不是就不即灭啊？啊，我们不平等就会造成所谓的什么无常的现象哦。那么透过平等之后呢，而涅槃即灭，所以涅槃它是即灭相，是因为怎样平等的缘故哦。哦，所以这里讲到诸法无啊常无性，佛种从缘起啊。啊，如何的去学佛，去下佛的种子，是不是要从缘起法？啊，要踏上成佛之道的话，如果不知道缘起法，不透过般若道的话，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大圣是世间及涅槃啊。空即与缘起的什么统一哦，在世间里头是不是看到缘起的现象啊？缘生缘灭，缘生缘灭，这是不是世俗的无常现象啊？是因为它啊是诸法无我，是性空的缘故嘛？透过性空表达那份什么平等性而极尽涅槃，所以这个是不是在世俗地跟圣义地之间呢，能够出入无碍啊？哦，所以龙树菩萨呢，他就成立了中观的什么性空为名论，可以说是通于佛法而又彰显为九学者所说的什么甚深义。哦，这个真的是所谓的甚深即甚深啊，难解即难解哦，所谓的因缘法的平等性啊，是非常困难，是因为我们一直浮在什么表浅粗浅的什么表象上。对不对？而且在粗浅的表象上，是不是一直看到无常的现象啊？而昏头转向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没有妙观察智，所以我们所谓妙观察智，是不是就是要深入到因缘法的什么平等性？顺便啊，从第六意识啊，能够怎样？能够开启所谓的慧眼啊，而且还可以去处理第七意识的不平等。所以为什么一直要强调平等性？平等性有没有？其实也是我们第六意识在教我们的第七意识。哎，第七意识这个与生俱来宿世的杂染，为什么杂染？是因为不平等才杂染的，因为自私而杂染，自私是不是就会不平等啊？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行菩萨道了？主要还是对治我们的第七意识的杂染。没有透过菩萨道的话，是不可能对治得了哦。因为这个也要，这是宿世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要累生累世去消除啊？好，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所谓的什么菩萨道，那么也要透过什么甚深义啊？这样的甚深义是不是都就是因缘法上面的甚深义？啊，其实它属于因缘法上的甚深义。
哦，所以这是初期大圣，尤其初期大圣一定是谈到龙树论，对吧？哦，中观啊，性空为明系。但是到后期大圣来讲的话呢，那么就是解释，像解深密经啊，是为虚妄唯识系所中一的经典呢，它属于虚妄唯识系里面比较早期的经典啊，叫做解深密经。为什么解深密呢？其实是从什么现象？因为虚妄唯识系是不是重于现象啊？它的前身就是从说一切有不来的这个有，是不是在相上才叫做有？再结合了经部哈，持经譬喻师，后来就产生了所谓的大圣唯识系，啊，唯识系。那所以解深密经为什么深密？因为它从相来谈性，是不是就困难一些啊？哦，因为相是不是表象？要谈到法性，是不是它既深，它是深，一旦深就会密。因为从现象上来看，哦，深的东西是不是就觉得神秘一些啊？比较不容易看清楚。那其实我们若从性空来看现象，是不是容易一些啊？对吧？我们从因缘来看现象，现象是怎样？是不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离散而灭？因为性空的缘故。哦，但是如果我们纵向要去看到性是不容易的。哦，所以解深密经的前面极品也一直在表达那个甚深的含义。哦，也是非常费力的。哦，因为它既深且密啊，所以叫做解深密经。哦，那么它也是一直讲一切法皆无自性，哎，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而且呢，如果说为五事具足者来讲的话，其实直接用性空为明系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五事不具足的话呢，那么就要透过什么三性三无性来做比较属于究竟了义说的这个部分，其实反而复杂了一些了。说实在，有时候因为性空为那个虚妄唯识系是不是从现象来解释那个甚深的那个空义哈，真的是困难复杂，而且迂回曲折啊。但是这个是为五事不具足者来讲的了，所以呢，与这个般若经是为初发义者来说的话，那么其实是大致相同，只是因为为了适应不同的根性而有此两类，两大类就是什么性空为明系跟虚妄唯识系，一个从相来谈，一个虚妄唯识系从什么现象来谈，谈到什么甚深的因缘，那这个性空为明系是不是从因缘来谈到外相上的？哎，所以以般若经，它透过法性来理解法相。那解深密经呢，透过法相来理解法性。它的那个，其实主要还是要透过法性，透过因缘法，是不是才能够达于涅槃呢？不管是性空为明系，或是虚妄唯识系，是不是都要帮助我们凡夫众生达于透过因缘法而达于什么涅槃？这是不是还是回到佛法的本质上面去啊？只是到大乘佛教来讲的话，菩萨道他把这个涅槃的本质去怎样扩充而已啊。所以他这里说本来是一致的，只是论师的解说从不同的方向而已啊。所以像大波涅槃经来讲的话，它会比较属于什么真常唯心系的啊。因为后期是不是又有真常唯心系啊？那在前分里面讲到说如来大波涅槃啊，因为佛陀的涅槃啊叫大波涅槃，是常乐我净的，如来是常住的啊，一切众生呢应有如来，这就是所谓的真我啊，会跟真我怎样结合到一起，真常唯心论。那这是属于什么后期？所以后期里头有什么虚妄唯识系跟什么真常唯心系，还有后期的性空唯明系，比较复杂的性空唯明系，因为它杂糅了什么唯识的思想。那初期大圣是不是就是早期的初期的什么性空唯明系？好，那当然这些比较复杂一点哈。好，我们的时间也到了，那么我们就休息一下。阿弥陀佛。